就住咧，尋日咧喺大約下午時分咧，就一宗昏迷個案件啦，跟住上午之後咧就死亡嘅事件咧，就作出咗反報。咁咧喺尋日咧，大約下晝三點零鐘嘅時候啦，咁就有一名女子大約50歲嘅，咁就喺呢個金富利士道上邊一個美容中心，就稍後咧就大約5點幾咧就昏迷嘅，之後咧就送去伊利沙伯醫院搶救咧，直至咧今日早上大約9點幾咧就。